谁说日本拉面就一定咸了？就一片牛肉差不多10块钱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家拉面计划的第六期，要介绍的是灭屋朱一。在这里要感谢一下上一个拉面视频给我推荐拉面店的朋友，大家的评论我都有认真看。这是一家米其林指南京都2020版介绍过的拉面店，在上米其林杂志之前呢，其实就非常人气，我几次想来都因为排队太久而放弃，现在人就少很多。我们赶在5点开门的时候不等候直接进，正如很多日本网友所说，他们家的氛围不像是一家拉面店，更像是讲究的和食店，拉面也跟一般店的很不一样。怎么跟你描述呢？是那种跟京都清新温婉气质很大的面。谁说日本拉面就一定咸了？他们家是以煎卡苏为主要食材做的出汁，面汤清澈不油腻，清新但又没有鱼腥味，配合自家制的细面，味道很细腻但又不失厚重，能感受出来它不是一碗清汤，背后一定下了很多功夫。 UK 点的是白和牛，用的是白酱油，会更鲜美甘甜一点。我点的是黑和牛，加入了特制酱油，适合我这种口味比较重一点的。算上跟一般面的差价，这一片牛肉差不多10块钱了，面的价格也比真价高一点，但还能接受。每个拉面店的汤头肯定是最重要的机密了，没法直接看到制作工序，但从其他食材上也能看出店家花的功夫到底深不深。他们家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糖心蛋和煮竹笋，口感味道都超级好，附上的柚子皮，我很后悔没有早点放进面里。夸张点说，感觉不是在吃同一碗面，吃的朋友一定记得要早放柚子皮。总结一下，这家店确实名不虚传，吃不惯重口味的朋友来京都了，建议排队要试一下。